19日，中国内地男演员图门在结束台湾金马奖的行程后，搭乘飞机返程。在机场，网友们发现图门老师的行李箱亮了。只见蓝紫色的行李箱上贴着许多贴纸，不少网友认出其中一大部分贴纸，竟然是我国十大大将粟裕、谭政、陈赓、许光达、徐海东等开国将领。带着这样的箱子去台湾参加颁奖礼，不动声色表明态度，图门老师的深意不言而喻。开国十大大将为建国奉献一生，是我国的伟大领袖。当晚不久后，图门经理人马小仙发布澄清微博，还泼出了照片，说明那只贴着开国将领和雷锋、葫芦娃的小蓝行李箱是自己的，图门老师只是帮着自己推行李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